头人。白夫子，白夫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，这是我和爸爸一起做的木头人，送给您。谢谢你们，又有人陪我玩了。但是他是木头人，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动。要是他能陪我玩就好了。快请进。嗯。白夫子想跟木头人玩，我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吧。白夫子，快来看我的礼物。请稍等，马上来。这是用木头做的娃娃吗？是啊，他们是娃娃爸爸妈妈，这是他们的大儿子、二儿子、三儿子、小儿子。他们家有这么多儿子呀。你们好。谁在说话？我们也听到了。是我，是我。木头人说话了。木头人会动了。这也太神奇了吧。哈哈哈，我就是最神奇的木头人，我什么都会。你会画画吗？画画有什么难的？木头人画的是我们。木头人还认识八斗呢。小文，我们给白夫子跳舞吧。好啊，谢谢孩子们。请稍等，我也加入你们。白夫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哦，白夫子，祝您，请稍等。白夫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，我太感动了。木头人，你这么厉害，你知道我们的八斗在哪里吗？哈哈哈，我知道呀。你可以帮我们找到八斗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我可是才高八斗的。八斗？原来是八斗啊。木头人，你知道我们的梦想吗？请稍等，我仔细想。你们想成为白马学堂的小书童。小书童是白夫子从很多小朋友中挑选出来的，他们以后要去完成很重要的任务。成为小书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哦。